And then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。第二个，他们会拥有更平等。
作，很难三分钟退下来找工作，而且在实现这个阶段，决定是以一个故事的方式来阐述。这个故事是这样：吴卫荣，一个坚信性别平等的体育高的人，他在一个小镇里面长大，在这个小镇里面，他深深受到了性别不平等留下来的困扰。所以他就对这也激起了他改变社会的决心，要改革，要改善性别不平等。从高一开始，他就加入很多有关平等的机构，然后也积极的参与很多性别平等的组织。他认为，性别的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，而性别不应该成为限制个人发展的障碍。他致力于打破传统观念，他表明说男主外女主内这个思想是不合理的。在家中，男性也是可以带小孩的，男性在家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他这些，他的这些努力不仅仅只体现在他的言论之中，更表现在他的实际行动里。他积极推动政府，然后制定一些有关性别平等政策，在工作上要实现男女薪资平等，这时候女生就会开心。还促进男性参与育儿，在家中不只有女性才有带小孩的能力。还举办各种讲座，强调继续分工，还强调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。但在这条道路上，吴卫荣是不平坦的。他遇到很多网友产生关系的人对他的辱骂，听到很多反对他的声音，但是不见风的马的彩虹。他认为打破性别平等是一场战争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始终没这么做。他随着时间推移，他逐渐获得大家的认同，获得大家的共识，他也成为启发众多年轻人的典范。基于各个不同的性别，要化解传统角色，两性平等，也要积极的参与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。看到这些努力，也在社会中种下性别平等的种子，然后让大家开始反思，要创造一个更平等的未来。我们这一组是画
在想法很多，他的想法很现实，合作能力超强。至于哪里可以更好的话，我觉得在时间的管控上面我还可以做得更好，还有领导能力、听能力，然后内容不错。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些参考资料，像第一个说是女性的决策者，在研究中那个作为决策者的情绪都会有一些担忧，我觉得这是需要去改善的。在台湾女性说负担比较多的家务，然后像这一篇穿裙子的男网红，我觉得现在穿裙子出工对男生好像变成一种禁忌，像这个人有些奇怪的东西。但是其实在生活中我们